嗱，其實呢部片咧係一套報仇嘅片，啲人咧成日話：，哇！我話呢部片有新意喎，咁佢話唔係啊，呢條橋好舊，世界上冇一條橋唔舊嘅，係喺條舊橋入邊咧，你擺啲新意喺個復仇嘅古仔嗰度，點樣諗到啲新嘅意思出嚟咧？咁佢新嘅意思咧就係在於表達出嗰個女主角係點樣不顧一切，自己冇曬人生樂趣，不擇手段都要摧毀對方。呢一個係呢種呢一種兩敗俱傷嘅精神，係令你覺得可怕嘅。但係成部戲咧，第一我係讚賞佢個呢一個嗰個 art direction 非常好，嗰啲人做戲做得非常好啊 ，camera work 做得好。咁就當然啦，我覺得宋慧喬相當靚啦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嚇。但係亦都有個弱點啊。就是那個戲的劇情推進比較